新金块了。那文豪野犬联动有两弹呢，王爷大大爆料，第一弹将在10月13号上线，为期一个月，联动精华在集齐所有紫皮前不会开出重复的紫皮，而佣兵在猫尾之后又迎来了新的尾巴，蓝色挂件虎尾，只要参与活动完成相应任务就能获得了。不过没蓝哈，依旧是熟悉的套路，480个代币可以升级为紫挂，额外再用728个代币升级成金挂。好在紫挂可以通过干日常对战免费获得，所以宝子们如果想要金挂，只需要用回声购买728个代币就行了。要注意的是，升级后蓝色品质挂件会消失的哈。联动精华方面，之前的预测活动我们可以获得5个，上线后再参与活动可以得到15个，总共能白嫖20发耶！主持人点赞的宝子们都能白嫖金光呀。另外，囚徒的金皮太宰制是礼包形式上架的，包括一个金挂太宰制的读本。不出意外的字儿没了，礼包折扣价3268回升，不过宝子们要注意，是仅限回升购买的哟。